来啦，我们玩猜人名啦，猜人名就不恐怖了啦。好啊，好不好？猜人名是什么？猜人名就是我们等一下互相出题，然后、然后我们两个各想一个题目，我们两个各想一个人，我们两个各想一个人，动漫人不设限吗？不设限，也不一定要是人，只要是他是有名的，或是你觉得对方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哈，可是你都只知道动漫的。啊、你也可以猜真人，也可以猜真人。真人，你说什么林俊杰那一种？对，这都行，什么都可以。然后你想了一题，然后我也想一题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猜对方的东西，谁先猜到谁就赢。那也是可以提问的吗？啊，你看你要对对，就是互相提问，然后就说是或不是，一样是是或不是，就跟海龟汤很像。哦、然后可是重点是一个就是。我们可以设一个范围，我们设一个范围，就是真人或非真人，你可以设这两个范围，就是三次元或二次元是动漫人物还是真实人物，你可以说一个题目，然后我们想一个范围，然后我们要确信对方是知道这个人的，知道这个东西的。好，那你想一个，你先出范围。你要是真人啊，因为不是真人的我没有了解他。好，真人，那我们先小试身手，我先随便想一个，不困难的，我觉得不困难，对你来说不困难的。哦。好，我想好一个了。好，崩月。干，你答对了，太快了吧？为什么？北兰哦。我想好了。我也好了。好，那谁要先提问？给你先提问。你先问好了。我先问哦。她是女生吗？是。好，换你了。那换我问这样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她是歌手吗？不是。好。她是歌手吗？是。她是男的吗？是。男的，换你。他有唱过二句，不，他有唱过。他唱过《看我七十二变》吗？没有。好，换你了。嗯、你刚刚说他不是歌手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不是歌手。那他是演员吗？不是，他不是演员。那你这个女生歌手，她会演戏吗？没看过他演戏。没看过他演戏。OK OK。好。对。好，换你了。这个人是我认识的吗？是，我当然是出你认识的啊！我当然是出你认识的、啊哦。真的假的？你所谓的认识是指什么样的认识？就是我跟他讲过话吗？哦，是讲过话。哦，你范围、你范围说很小呢，我这边还有一点范围。我想一下啊、哦，你说的这个没看过他演戏的女歌手，她是香港人吗？不是。不是香港人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拍片过吗？有。你这样会赢啦！你这样会赢啦！那我下一局、下一轮我就可以猜是谁了，是吗？没有，我先讲哦，猜错两次就输了哦。你不要直接把人名讲出来，比如说是谁谁谁错，那就输一次，然后两次都错，你就 game over 了，就爆了。换我。那这个不太演戏的女歌手，她是台湾人吗？是。她是台湾人的女歌手。OK， 好，换你了。那她最近有退休吗？她没有退休，她没有退休，她没有退休。我就知道你想猜谁，那你说的这个女歌手，她现在还有在出唱片吗？唱片，他现在还在活跃中吗？是。哇，这有点难猜。就不是邓紫棋，他是香港，他不是香港人哦。好，换你了。那我们最近有互动吗？就是不管是直播还是……有。你这样子你会赢啦，你的范围好小哦。那你说的这个歌手啊，他是原住民吗？是啊，你也中了吗？我好像有一个名单了。好，换你，你感觉要输了哦。等
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感觉要输了。你最近有跟他拍过合作过吗？最近哦，没有。你自己最近没有。你是我却有。我有不是你是说最近吗？你我那我说你说你跟他合作过吗？我说有啊。我说你刚才有拍过片，你不是说最近吧？你刚不是问我最近吧？没有，我是说你啊。我这个问题是问你。你说我最近吗？没有啊，最近没有。我最近没有跟他拍过片。哎呦，那请问你这个女生歌手又原住民，她是不是很喜欢唱听海？是不是我是不知道啦。那她有没有吃？她是不是唱听海的那一位？说啊，你说啊，是那换你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你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你好好把握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哦，不然我失败的。哎、欸，嘿，那我现在可以猜吗？你猜猜错就输一题而已啊。是繁星吗？拜拜，错了。不是，好，那不是。对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再让你一题，我再让你一题，你不能再直接猜哦，因为你只剩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猜错就直接输了哦。你这个女生歌手又唱听海的，她是不是有另外一个身份叫什么阿什么蜜什么特的？对，哦，是哦，还没猜到是谁，换你了，我还没猜出来是谁呢，真难哦，换你了哦，你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缩小机会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有跟她合作过，可是你最近没有跟她一起拍片，对。没错，你的拍片是指就是直播也没有，知道吗？哎、欸，直播也没有。好，可以再让你再问题，这题不算，对，这题不算问题。观众你们猜我猜，我给闪闪猜的人是谁？你们猜猜看。欸、没有，但是我跟他合作过。有吧？你跟他合作过吧？你应该跟他合作过，应该说，等一下。你的合作是指什么样的合作？一起拍过片吗？拍片直播，一起拍片，直播拍片，我不确定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是有跟他拍过片，我们有在不同的场合下跟他一起拍过片，有跟一个退休的人一起跟他拍过片，这样算不算拍？我们不是。那个退休的那位刘德华不是常常会找我们一起拍片吗？那我们如果在你跟他有同个场合跟他一起这样子的场合拍过片，这样也算是合作吧？这也算是拍过片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这样的条件的话，是有的。哎、欸，那他露脸吗？啊？他露脸吗？有。我觉得你快中了嘞！我要赶快先把答案讲出来。你说的是那个张什么会什么妹的吗？对啊，对。好，對那你如果这一题就直接讲出答案就平手啊！如果你没讲对，那就是我赢，一比零。来，你可以直接。没有想法哎、欸。你没有想法，有露脸，然后我跟阿神还有你跟他还有阿神有一起拍过片的人，你会没有什么想法？可是你说你最近没有跟他合作，我没有跟他合作啊。最近你的最近是多最近？是阿神退休前，阿神退休前还是阿神退休后？这一两个月没有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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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那我想的你都不对、欸。我跟你讲，你们猜雪兔也是错的啊。雪兔我们昨天，我是在想雪兔、阿千、黑羽都不是啊。这我们昨天才玩过啊，没有啊，不是啊。对啊，前几天啊。对，应该是。我想想，我想一下，我这个月有跟他玩过吗？我想一下，我想近期好像没有。很，你说一个月内吗？这个月内好像没有。可是如果你说把他忘冠的那个这一年有没有？一定有，这一年有一起玩过。很明显呐、啊，其实很明显，真的很明显。哎、欸，是最近开咖啡厅的那个吗？是吗？哎、欸，这样算你输吧？对，就算我输啊。但是我对啦，团团啦，对啦，我要给你猜团团。团团哦，是团团啦啊，嫩逼。
你要设范围，要设大一点，比较好玩。你要设大一点，那就游戏实况的啊。游戏实况啊，就反正就是游戏实况很有名的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游戏实况，我想到一个游戏实况就好了。我已经想到一个了，不难的，这是好。好，来，那我赢，你先继续，你先问好了，给你先问。我赢的话，我这个是女生吗？是，你这个是女生吗？不是。好，她玩过麦块吗？她有没有玩过麦块，我不知道。不过她应该是，我们认识她不会是用麦块认识她的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玩过麦块、啊哦，对，可是如果是这样问的话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玩过麦块，所以我会回答他应该没有玩过麦块吧。嗯，那你说的这个实况组玩麦块吗？我没看过。你没看过他玩麦块？哦，好，我们都出一个不是麦块圈的了，不错不错。那好，来，换你了。嗯，我认识他吗？就是我。跟他熟吗？你跟他不熟啊。我跟他不熟。你的熟的定义是指？就是我们两个是认识，互相知道对方的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我知道你知道他，可是他不知道你。哦。那我你的问题的这个人，我们三个人都认识吗？就是我跟你还有他都认识我们，然后我们也认识他吗？你现在考的、这个、这问题太贱了。认识是吗？认识，我们都是认识的，我们三个人都是认识的。OK， 好，好，好，我大概有个想法了。哦，好好，那这个，嗯，这个人他是在突袭开台的吗？是。那这个人呢？他喜欢玩猫咪大战争吗？想一下哦，没看过。哈？不玩麦，没看过他玩麦块，然后又认识我们，然后也没看他玩过猫咪大战争。哈？嗯。有这样的人，然后认识我们两个，不是麦块圈的游戏实况组，有这种事？好，换你了。他是打 LOL 的吗？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他打不打 LOL， 我不知道。大频率，我不知道他打不打 LOL， 应该打 LOL 吧？我看一下啊。哈？我看一下他打不打 LOL， 我不知道，我要查一下。我对他没有很熟，反正我不是看他打 LOL 认识他的啦，好不好？他搞不好打 LOL 啦，他搞不好打 LOL， 搞不好。搞不好，然后你说这个人，请问他这个人玩神魔之塔吗？我猜中了，没看过，屁啦！我是在想，怎么都没有啊？你说他是游戏实况组，然后他什么都没玩，你都没看过他玩过这类型的游戏。你问的我没看过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靠北，我知道你的问题是谁了，干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靠北，我知道。真的吗？可是不对，你说没看过他玩过麦块，哎，哇，那也不是我想的那个人，干，好头痛哦。看我问，看谁？我们都认识。好，他最近还很活跃吗？嗯，他最近有没有很活跃？我不知道啦，搞不好有吧。啊，啥小问题？我怎么知道他活不活跃？我没有很关注他，我只知道这个人而已。我知道，我们两个都知道。那我再想一个，这个人他打 PUBG 吗？我想一下啊，好像没有哎、欸。靠北，你这是什么怪实况族啦？什么都没玩，到底是要玩啥小啊？我来了，我都有开直播。哎，不是啦，谁啦？什么都没。是你没有问到点啊？我没有问到点哦、喔。谁呀、啊？没有看他玩过麦块，然后我们两个又认识，然后也没看他玩过什么小手机游戏，也没有看过他玩过猫咪大战争。谁啊？不是阿红，也不是哲平，哲平有玩麦块啊。
啊靠杯啊！好，换你了。你的好难哦，你的确定真的我们两个都认识哦。你的也很难，好不好？我问你什么，你都说不知道。没有不知道，哎，我跟他没有很熟，可是我可以保证我们两个都知道这个人。那这个人有在拍影片吗？有。那你这个人他，我们认识的，他也认识我们的这个人，他是 YouTuber 吧？对。YouTuber， 对，他是 YouTuber。好，我想一下、，YouTuber， 这个人做实况很久了吗？一段时间了。一段时间。有一段时间了。好。然后我看看哦，我要开我的，我要开我的 YouTube， 我来看一下。你要找人是不是？干，我不知道你在说谁，我要好好的查一查看。哎，等一下、哦，为什么我的这个关掉？等一下、哦。你说的这个是拍生活类型的吗？不是，就游戏啊。我们刚刚不是说游戏？游戏实况组，然后没有玩麦块，没有玩猫咪大战争，然后我们两个都认识的是谁啊？啊，靠杯啊，靠杯啊！不是，我看到观众打的那个，让我顿时间好像突然好像懂了什么。请问一下，那个人呢？他是不是有在西门町做过一个很糗很糗的事情？没有，不是啊，不是他、哦，不是他们家老大 哦，不是他们家老大、哦，不是哦，干，不是你们家老大，你怎么办？不是你们家老大，我想想、哦，哎，你好想哦。他的影片也是生活类型的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就到嘛得，我看麦几嘞，我看麦几啊？不是，他不是生活影片类型的，对，他不是生活影片类型的，哇靠！我们没有，你们问的那些人都不是我们，他们不认识我们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说的是女生还是男生？对不对？男生啊。请问这个人是台湾人吗？是台湾人，所以也不是宋盛，靠杯，也不是宋盛。好难哦，你的好难哦。你的也很难，好不好？我的没有，我的超简单，我的真的超简单。我老实说，我的很简单，我是真的简单啦、啊，我的真的简单啦、啊。好，换你了。他的名字是两个字吗？来，对，两个字。那我这个人的名字是两个字吗？对，也是两个字的。对。会啦，两个字的。好，换你了。他很常更新影片吗？我靠妈呀，有啦，算你蛮常更新影片的，蛮常更新影片的。那我问你哦、喔，这个人呢，我有订阅他吗？我血宰你！你别让框外。这样。我血宰你，我订阅他不啊？等一下啊、喔，等一下啊、喔，你说的这个人，他的他也认识，我也认识你，确定是这件？他们都是知道我们两个人的。对啊。啊！知道我们两个人，然后不玩麦块。谁啦？哪个游戏实况组知道我们，然后不玩麦块的啦？头好痛哦！好，换你。这个人有露脸吗？有。啊，我这个人有露脸吗？这要怎么定义啊？一半一半哎、欸。那一半一半是啥小、啊？对，因为不能定义啊。什么叫不能定义？我想一下，我们。男生，然后我们两个认识的对方，然后不知道他算不算露脸，看不会 VTuber 吧？你现在在问我吗？没事，换你，我还没问，换你。我觉得你会先猜出来，我范围明明就很接近你。怎么有这号人我不知道啊，靠北啊！谢谢观众，
你观众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你家的闪中有没有帮你想出答案啊？我这边是有完全没头绪啊，因为我前面问很多问题，你都啊不知道，不确定。哎、欸，你先理清楚，你刚刚有问我哪些问题？我说有的，有啊，我有写起来啊。你有写起来啊？对啊。那你念出来啊？你把、就是、女生，然后哎、欸、女生电脑游戏。然后退去开台、欸。等一下，他应该会打。他有玩电脑游戏，也不见、欸、他什么都有玩。他不只玩电脑游戏，他也有玩手机游戏。那他常玩的是电脑游戏还是手机游戏？嗯，你是说最近吗？你不能这样问我，你不能这样问我，你不能这样问。哦，那他常玩的是手机游戏吗？没有没有，你要你是说近期还是之前？对，近期。近期应该是手机吧。对，近期应该是手机。好，哎、欸，你说的这一个人呢，他是不是蛮喜欢玩荒野乱斗的、啊？对啊。谢谢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我知道我的答案了，你是不是也知道你的答案了？我不确定，那我再问一个。你问一个。他玩传说对决吗？有。好。好。你说的这个人呢，是不是很喜欢说闪闪？然后他有露脸，他有露脸，这个人有露脸，好不好？这个人有露脸，然后他很喜欢跟我们，我每次都找他跟我们一起玩，通常都是 Deceit， 有没有？通常是 Deceit， 对，是那一位吗？是玩对，换你啊，你再问一个。他有主持比赛吗？好像有。哦。啊。好。你说的那个是不是《荒野乱斗》的国手？然后呢，最近也跟我一起在玩什么那个什么大乱斗，然后有点强。对啦，对啦。换你了。我想猜哎、欸。你猜啊，你猜啊。是小葵吗？对啦，小葵啦。小葵猜这么久，那不是你最爱的人。不是，因为打 LOL 是很久以前的啊，然后他最近都是玩传说啊。啊，我又没关注他，我刚刚去开了一下他 YouTube 频道才知道。干、啊、他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哪宅啦？我只知道小葵有阿宅娘啦。所以如果你的观众没有打剑圣，你是猜不出来的。我是猜不出来的，还好观众有打剑圣，哇、哦，不然我真的猜不出来。